你才没有以脚代步啊！你是以我代步，你在那边。奶酥，奶酥，各位奶酥。我今天戴马丽德的帽子，穿马丽德的衣服。我戴阿三米的帽子，马丽德的衣服。我很尴尬，他说我穿三号的内裤，但没有。好希望能够接到三花叶配。跟大家讲，在台湾每三人就有一人穿三花，谁统计的？你知道吗？三花统计的，骗子。我身边朋友只有一两个人穿。鸽子，真好多鸽子哦。这鸽子跟高雄的鸽子有的。喂。阿王跟大家说，反正觉得这边青菜很少啊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是我们不会点餐吗？你觉得是什么问题？你上次还有这样吗？啊？想买一个。我今天想不想穿帽子？我一定要戴，害人。反正这边菜很少，然后好像很多芝麻叶。去年我买这件，也超不好吃。那边听我讲话。芝麻叶香香的，我跟大家讲芝麻叶、啊、香香的很恶心、啊。又一个不在他该待的地方的食物，番茄炒蛋，番茄是番茄炒蛋。你炒什么炒？你妈说不行买。当个听话的乖小孩。这绝对不是回放，各位。真的很漂亮。这是冰室，这边看到冰室好难得。欢迎有需购买双 B 的，请联络赵小姐的 Daddy， 他给你最优惠的时候。House，Lookhouse， 我是搞不懂真的假的，刚看的超假。你看，大家还记得他在松山机场跟我这样看朋友买牛蛋吗？现在就这样，乱乱就走丢了他。被走丢的是谁啊？我知道肯定不是我，绝对不是我。真的很多迷路的鸽子，这边鸽子超多颜色，对，鸽毛，鸽毛。叶宝，哦，那避震很丢丢的。看一下吗？好看。可是我刚心想说，他这样的路数，他这样子有办法过来吗？这点天才，你以为他要从对面？怎么靠？你是有驾照的。啊！有驾照的，我们不能在那边，我们好像这样是会开，还是我们站在那边好吗？不是我会开车啊。Sky， 小姐，这是 mini 耶，怎么可能是？他还是他要死哥，那你好好认识。预购买那个 mini， 请洽链接。他在念我了，这么好念吗？不值得被念一下吗？睡一下怎么了吗？这个词，这是平常你会跟我说的吗？大家评评理啊！这事情啊，他跟我说什么？你这种以车代步的人，走那么多路，脚很酸呢、欸。你才没有以脚代步啊！你是以我代步，你在那边。啊！说话他好凶啊！说话，不好笑。我刚刚跟他说这件是做纸的工厂，他跟我说你做死，讲话好听一点啊。你觉得讲话好听吗？啊！对啊，各位，说你让我们思思念念的 Marty Q。
开心，我买一个包包五六千，啊，又讲出来了，对不起。跟大家推荐 Martin King 一定要来啊！店员都非常的友善，我们跟他问询问地址什么的，他们都有帮我们找，还帮我们用那个 Name Map 去输入地址，推好店家，五星好评。跟大家分享这些有趣的店面，它叫做 Move.mov， 是根本就是苹果的店吧？他把那个 emoji 印出来，超好笑的，笑鼠。都是很多什么？看屁事，狗狗。我们斑马线在宝宝店，我看大锅煮的大锅菜。不理我。斑马线啊，你可以跟我讲话。大锅煮的大锅菜。你好凶！我说啊，你就是要得到这种回应，你才会跟他，才会闭嘴啊。合情又合理。我刚刚就不想理你了，你就硬要讲话，就是只好说闭嘴。凶！哎呦！你干嘛要再拍啦？一直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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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直拍。哇，我没有逗比。Oh no！大家在说什么很危险的话题 ？I can teach you better。现在几度啊？Hey Siri， 现在几度？现在外面是八度。啊？最高七度，最低负一，现在八度。永远都不会再来一遍。像是什么点？这边也。还愿让我走得非常心累。我们下次要租那个电动，那个共享那个，这里吗？哎，对了，对啊。我就想到刚刚那个，哎呦，哎呦。超坏！看到一个人摔倒，然后他朋友上去直接再摔一次。超好笑，所以你刚刚直接笑什么？我妈。哦，你刚才笑的，你没有吗？没有。我拿。不用了，我拿。那个是我的。那我把两个都放在一起，算了，不要丢了。他说的哦，他自己说的，他不能因为这是骂我。OK， deal。Deal。好。我刚刚看他电线杆有包起来，为什么？他也怕人。刚被地铁挤爆了，德裕文。现在很不开心，为什么？因为要等超久才可以吃陈记麻辣。对，一只鸡。我刚才讲错，没错，各位，还要等，不知道多久。他可以先拿一个号码。人家来陈玉华奶奶哦，是吗？一只吃一只鸡啊，我们三个吃了什么？两只。我们吃了两只鸡，现在饱到说不出话，但我们现在还要去买个东西啊，各位。所以先这样，我随时都可以吐出来。啊，各位啊，直接被都吓死哎、欸。吓到了，吓到不行了，真的被吓到了。他走在路上，他突然有超级大的虫出现，吓爆了。哥，龙大龙，我们是为了吃一只鸡来住这。你知道吗？因为那个画是拼命鸡的画。看到了。你知道为什么我知道？为什么你知道？你好棒啊！不对，分时候，什么时候？少年时的时候啊！啊。